板传东西的，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云端白板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我这样传上去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画面截，我就把它丢啊，丢的方式特别注意，就是直接有没有这个？我们刚刚有设一个保护，哎，是这个，好，我们有设保护了，这个都没有对哈。然后把它关，把它储存之后关闭，关闭之后怎么传上去呢？这样拖拉上去就可以了。这边会出现这个吗？放开就可以啊。特别注意哦，浏览器记得哈，最好是用就是 Google 浏览，用 Google 浏览器，不要用 IE 浏览器。IE 浏览器好像没办法支援这样拖拉。如果你不能拖拉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箭头，也可以用传的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快了，这样比较直觉。放开有没有？它就直接怎么样帮我们把它传上去了。但是传上去的时候特别注意哦，它应该要转换成的格式是这样。各位可以看到，就这个是 Google 视传表的格式，这个是它原来 Excel 的格式，好，还保留原来的。那这个方这样的就传上去，如果是图示是这样，就不算正确。好，那要怎么样才算正确啊？特别注意哦，你们在传之前，我建议各位先检查一下，在那个齿轮。右上角应该会有个齿轮哈，一个上传设定，建议各位检查，先传之前先检查一下那个上传设定里面的哈，这个有没有打勾？就是说呢，将已上传的档案格式转换成 Google 的文件，它就会自动帮我把 Excel 的试算表转换成 Google 的试算表，那这个保护基本上就会消失，所以这个档案如果错误哦，没关系，再把它删掉没关系，啊，其实非常它的。我想你用习惯之后，你觉得哎，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哦。OK， 丢上去之后的话，那它就会怎么样帮我传上去？然后呢，看一下有没有转换？它还是看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没有点到啊？这个没点到，所以又错哈，再删一掉。OK， 如果确定一下有打勾的哈，有打勾之后呢，把它传上去。那传上去的方法就是移过来放开，它就会帮我把。原来的 Excel 的这个格式哈，帮我转换成什么？转换成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格式啊，有没有？一转换，这边会出现嘛？对，那这边就会出现数学函数，教师研习这个，打开来看一下。那因为呢，上面没Google 视算表里面没有那个所谓的保护工作表的功能，所以你游标放上去，格式就出来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如果你把它下载下来的话，它会是下载成那个。也是2007的格式，哦，你把它再打开的话，基本上哈，哦，那个保护应该就消失了。启用编辑，我们看一下，有没有这些都没有了？那叫这应该都可以改了哈，哦。那自然而然就是说你不需要，比如说改成 5，Enter 都可以改了，哦。所以这个方式的话，我想提供给各位参考。那其实两边都相通了，像我有的习惯哈。哦假如说在外面呢，有的时候你在手机上面你要看 Excel 档，那直接放云端上最简单。另外要简单编辑的话，平板上面也可以编辑啊。甚至你手边，在智慧型装置上面呢，也不用装 Office 啊，直接就云端上面作业，我觉得也还算。虽然你刚开始会有一段适应期，不过适应过之后你会发现，其实也大同小异，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只是位置放的不太一样。那公式上面，其实我觉得它好像越做越好，哦，而且它还在进步当中，哦，OK， 这里的话，我想提供给各位参考，如何使用那个云端的这个试算表。那当然，你们也可以，哦，就把前面的东西可以再练习过，哦，比如这边前面讲过的这些相关的公式，你也可以试试看，哦，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做练习，其他的页面，哦，也不妨可以，像我们那个数学函数嘛，你可以把它丢上去。放开，好，那一样也可以在云端上面作业，没问题。OK， 这个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。那等一下的话，请各位再我看再开启这个档好了。后面呢，我们直接看那个综合练习题，这个成绩计算表好了。这个是在下一题，是在我们的题目的话，一样是在我们的题目里面的综合练习一。那他要我们做什么？国文、数学、英文要做，就是说帮我们做什么？做一些，扣掉第五次不要哈，就是把它扣掉等等的这相关的计算。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等一下的话，我们直接看那个综合练习题哈。好，综合练习一。